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药师如来的第六大愿。第六大愿叫诸根玩具愿。那诸根玩具愿之前，我们就要了解四十二章经佛说有五难。第一个，贫穷布施难，就是因缘无具足，对不对？福报不够嘛。豪贵学道难，是不是福报有够有够？啊，但是法缘无够，法缘无啊。然后每个人在福报里有可能就是认为，哎，这个是拢家己做来啊。有的人好野人，你家讲啊，合福啦，咱个业障啦，还是咱喏，伊讲嗯，迄是我打拼的呢。迄什么叫是业障？迄是我打拼，迄是我聪明。哈他不会去懂得这叫因缘，所以要在福里面呢，要真正要学道，要真的知道这个是生灭法，不长久的无常啊，这种都要去打着剃棒拔豆了后，才会去想到嗯有而没有了，之后才会去想到要学道。那有的人呢是本身的因缘好啊，就是过去生过去世有结善因缘，出生在佛化家庭，所以可能豪贵豪贵家境什么都不错，也能自然的学佛。那那种还要经过很多的内心的转折考核肯定之后，学佛才能真的实用，那个只是一个熏修的概念啊。那第三叫致命不死难，就是如果你果真成住坏空，身体也败坏了，阳寿已尽，那也该死的时候，你要要求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不死，那是不可能的，这是致命不死难。第四叫得睹佛经难，真的能够看得到佛经，读这个佛经其实是不容易的，在现在很容易啊，在现在这是印刷术嘛，印刷术，所以你可能都有结缘，那你可能拿啊，可是得睹佛经呢，你可能都是看到那个面呐、啊，什么什么经啊，来对，没有真的跟他照面，对不对？这 就听说有个女众哦，她有一天呢、哦，她有一天就碰到了一些灾难啊，然后她就说了，她说哈、哦，哇哈。十八岁时阵咧市场吼，人就甲我结缘破文品。啊，二十岁时阵吼，个人甲我结缘地藏经。到四十几岁吼，阮家经典有够多啦，地藏经、金刚经、什么经拢有啦。所以哦，这经典我是看介济，还想我是想介好。啊，问伊讲。啊！你今天看介济，啊！你无来真有了解，啊！今仔奈遮辛苦，伊讲吼，我这今天我好好啊，给收起来。好啊，我看介济，我讲啊，你内底呢，我拢无掀开。所以得睹佛经表面啊，你真的里面真的要去了解一字一句或是一段，然后有心去了解它，不容易呢。你看恁兜几个人，卖讲恁兜，恁家族啊几个人？恁家族可能是二十、三十，对不对？有几个合佛，合佛有几个佛经应该打开，有几个听会落去，有几个知影道理？难啊，没有那个法缘，没有那个自我的意愿，佛经干哪佛经像鬼。第五，生殖佛事难。要执佛出世那是不容易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要往生什么净土什么净土，就是我们要去当佛的弟子呢，我要接受佛的直接指导，这么简单。你要升职佛事真的很难，你要刚好那尊佛出世在世间，然后你在那一段时间出世，你还要听我一讲的话呢。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悉达多太子后来成佛叫释迦牟尼佛，
迄个时阵，咱若有执佛事，执佛事跟他同时段好了，你也要有重叠到呢。你要重叠到佛刚出世的时候，你老扣扣；如果开发的时候，你早走了，没有用。那也是叫佛前呐、啊，是不是？所以生殖佛是真的很难呐、啊，真的很难。我们真的要当佛直接指导的学生，像舍利佛、目犍连、阿难，还要真的在那个49年里面跟他相处，成为他的弟子，难呐、啊。我们要不要结好缘？我们要结法缘，知道？我们要结法缘，在座哪一尊啊？以后你成佛的时候，我一定跟你有缘，我们一定碰得上。所以你说我们还在凡夫的时候，真的要听经闻法，要真的好好去亲近善知识。我们现在都是在禅如来了，我们都还不是成佛的，我们都在修行。可是每个人如何精进的修行，这时间空间没拿个准呢、啊？不是说你一定后啊，谁一定前，他没有这样，就是你无间修，你一直修一直修。那阿难、舍利佛、目犍连，他们过去跟世尊都有好深好深的缘，后来世尊成佛那一世，他们可以直接接受他的指导，可以直接呢。我们现在结法缘，哪一天这尊菩萨你成佛了，我们愿意当你的弟子。我一定排行榜里面有名，因为我古早跟你有修度，这就是法缘。所以像说我们那哪一尊佛哪一尊佛，他讲说他正法时候的弟子，这都不是平白无故而来的。那我们要看说佛的慈悲啊，佛的一愿啊，多少多少愿啊，这里面我们都是真的能够感受得到他实质的帮助众生。那现在讲到这个天下有五难，生殖佛事难，刚刚讲得睹佛经难，这两条大家都认同吧？认同齁、哦、贫穷布施难，有钱还可以布施，贫穷生家没搞被提拔官实在是有困难，没对对不对？资粮不足嘛，所以我们已经慢慢的从所谓物质上的布施，到所谓体力上的服劳役，精神上的意愿，还有就是法布施。布施最后当然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开眼。那总是我们来进入第六的诸根玩具愿。进入之前先读十八世于世甚难，今天有讲义对不对？我快速的带大家读一遍，你就会知道你今天听经闻法，你今天耳聪目明，实在要好好把握啊，真的要好好把握。这里面呢讲到十八世于世甚难，就这十八件事情呢，在世间呢，在世间你要你可以看到这十八件事是很难的。这杂譬喻经里面有讲，第一，执佛是难，是不是执佛是难？第二，正使执佛得为人难，就是我们跟佛是同一个时间出世，但是一起人咱尿气咱听无啦，或许我们是一只蚂蚁呀、啊，都不同道嘛。第三，正使成人在中国生难，这个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中国，是说佛他所处的正法的那个范围，他弘扬宣扬佛法的那个中心叫中国。所以好，纵使我们碰到了执佛事，然后也成为难人，然后又是正法在流传的那个地方，不容易啊，对不对？你像我们中国的话，当时有很多大德，他透过当时的西域，也就是印度过来的留学生，或是因为做生意不是有丝路吗？那他们把佛经慢慢带一些到中国来，带一些到中国来，还要有这样的语言能力才能翻成中文呢。
翻着中国字，哎，有的大的读一读，真的意犹未尽。里面的道理有一部分还不明白，所以呢，很想很想去知道当时世尊呢，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话，他真正的教导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好多的那些这个有志于学佛的这些弟子们，要拿找到一本经典都很难，千里迢迢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然后这样到西天取经啊，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语言就不通，文字也看不懂，啊，有的是梵语啊，印度话等等这些，所以还要苦学，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这样去学习，这样去推演，才慢慢有办法了解一个经典的大纲，然后也只是一部经。那如果说你能够执佛事，又成为人，又在佛宣扬正法的地方，你看多方便，语言一致，理解思考一致，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读佛经的话，还是从隋唐元这个时候翻译过来的，然后那个时候的中国字是不是很简洁，那我们现在还要把这个几行的这个愿，我们都还要了解很多很多的内容，那所以很简洁的文字我们现在还要给它还原，对不对？如果当时执佛事，然后又在佛的指导之下正法宣扬的时候，多简便啊，所有的道理一目了然，一听就能了解，所以当时的佛的弟子很容易悟嘛。所以难不难？难哦。好，比如我们前面三个条件都有了，第四，正史在中国生种族家难。当时啊，在过去啊，如果你家庭没有一个稳固的情形，你可能是奴啊，你可能是卑啊，你不识字啊，你不就被锁在家里做苦工啊，你种性不够好，你也不像以前的小姐还可以读书啊，读诗词歌赋啊，对不对？还可以弹琴啊，作曲啊，对不对？你如果个卑女的话，你可能让你读书吗？可能让你去听经文法吗？所以要种性耶，你本身要具足那个条件。那现在啊，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平等，不管你是哪个阶位，不管你是公职人员，你是所谓小贩，还是你是在家的妈妈呀，还是阿嬷，大家现在都平等，只要你家有电，有那个电视都可以打开，只要你愿意走动的话，都可以去听经文法。现在是比较容易，但现在比较容易，前面却又难了，对不对？前面那些不具足啊，那你看哦，我们真的要修行，好好把握。我们有的东西不具足，可是我们有的东西具足，那一定要一路过关啊。那正史在中国生种性家难，第四、第五，正史在种性家四肢六情玩具难。这个四肢就讲我们四肢，都以前的字，就是我们身体四肢健全，你才可以走动啊。六情的话，表达是什么？你有这个智能。你有这个智能，所以才能够纳受吸收啊，就是聪明嘛，聪明健朗健康，这个也不容易啊，这个也不容易呢啊。那第五是这样，第六，正是四肢六情玩具得财产难，有时候啊很穷啊，为了五斗米折腰做咖啡戏。以前啊有一个学生啊，他这个学生他年轻的时候啊，很有才气，然后夫妻两个人呢做了一番大事业。那后来就是有一些景气问题嘛，还有一些汇率问题，然后经营不善，就变很穷很穷很穷。然后以前呢就这样子，不可一世啊，夫妻两个人不可一世。哦，那家里的装潢啊什么的都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好，那穿的是名牌，吃的是高级餐。后来很穷很穷啊，负债累累，那两个夫妻只好就是做起，就是用个中古的机器啊，扣扣扣扣扣嘛，生产一些东西啊，要还债。以前是
老板啊，贸易商，很大的贸易商还债，那要还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业务呢，本来坐这个大只办公厅啊，现在是这样，坐这只一股头都哭哭哭一脚两脚三脚这样累积钱财，所以他就发现哎，真的有业报，就开始学佛，他就开始学佛，可是学佛呢他就拼到要死拼到要死，才有办法去，就是很多事情都做好，很忙很忙，才有办法去听这课，没时间啦，那就拼到要死拼到要死加班了啊，那人家债就是债权人都会来讨钱嘛，拼到要死加班才有办法赢人两千块，因为在他是债务人嘛，债权人很多啊，大家都分到两千块，然后拼到要死拼到要死到办法上一个金，没时间啦，连睡都没时间，这个真的得财产难，够有他饭吃，够有车票，够收费他用，够帮他下佛，耳聪目明，够帮他共用三宝，这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要珍惜啊，想想的哦，咱是好保不坏呢，欠啥欠用功而已好，再来啊，正使得财产，执善之事难。有的人是有钱有财呀、啊，可是碰到是邪恶之事啊，所以不是善之事啊。所以你能听得到正法吗？哦，咱讲电视拍开的卖膏药嘛，真济啊，算命的嘛有啊，啊听讲佛法的嘛有啊，你会看多一代。你看多几代，所以人是很容易被什么给吸引的。那你真的是说，哎、欸，这个是佛法，我要听，那还真的，哎、欸，是不容易的，是有熏修的，累生累劫有结善缘啊，有结法缘。来第八，正使得善之事，具智慧难。如果得善之事，然后你那个善之事是圆满的智慧哦，然后可以教导于你，让你好好熏修，那你自己也有智慧能够纳受，这也不容易啊，对不对？第九，正使得智慧，具善心难。有些时候自己有一些智慧，可是善根不开发是没有用的。我就看过有这样子的一些称之为修行人啊，但是事实上不尽然是啊，因为他虽然能说善道，能说善道，也能够解释片面的解释，但是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恶心呢、啊，有一些不好的行为，还有不好的起心动念，所以这个真的能够让自己在这上面真的能够调整，然后体性种性上面呢，真的有柔软，善根齐发，能够做正确的事，又有智慧，那也不容易、啊。有的人有智慧又聪明，不是这样聪明的呀，那这些没有用的啦。好，再来，正使得善心，能布施难。有的人有善心，但是不一定能布施。第十一，正使能布施，欲得贤善有德人难。纵使你能够布施，然后你身边都是贤善有德的人，也不容易。有一个人很有钱呢、哦，他做企业啊，做事业做得蛮好的，然后他的亲戚眷属都要跟他借钱。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感觉兄弟姐妹我是应该爱收听呐，爱帮助。可是当他年龄哦，到中年之后，伊就感觉讲，唔对呢，这些人哦，拢是咧看外钱，唔是爱外人。他就开始内心哦，有一个自我否认。啊，自我否认了哈，伊就只要亲戚眷属要跟他借钱，他就起坏心眼了。他起坏心眼，坏心眼，他就说，奇怪，你们这些人很奇怪呢，这钱是我赚的，这是我努力的，那你都没打拼，干嘛要给他借钱，我是怎么爱借你。然后他后来就开始抱怨，他这个坏念头出来之后就一路走坏，他后来抱怨就常常跟其他人说，你都没人给他借钱，因为我感觉你是很可恶的，
他觉得来跟他借钱的人是可恶的，是不对的。那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关系，他为什么要借钱，为什么不借钱，但是他的心，他的心没有德，就说你不借或怎么样，你不要起坏心念，你不要去否认别人的存在。那如果说以修行菩萨道来讲，那布施上面有个人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好，那这个地方哈，正直能布施，得欲得贤善，有得人难啊。第十二，正使得贤善，直有得人，往至其所难。纵使你身边有这种有德的人，可是你要跟他相处，去拜访他啊，要有这种亲近的机会，其实不容易。那第十三，正使至其所得一事难。纵使说有这种贤德的人，那你要去跟他学习，然后你能够安住适应那个环境也不容易，因为过去呢是一定要这样学习嘛，亲近善知识，是不是要诚实供养，好好一起学习嘛？那你若偶尔见一次面，偶尔见一次面，那这种像我们现在方便啊，过去是没有这么方便。过去呢，像中国的话，你要去亲近善知识啊，光六祖慧能大师，他就从广东啊慢慢走到湖北耶，对不对？啊，走到湖北去，走了好久好久呢，好几个月呢。然后走到那里去，还要能适应呢，还要贤德的人呢，愿意接受你啊，你还能适应啊，对不对？这些都要有因缘啊，没有那么容易。好，第十四，正使得宜，是得受听说难。好，纵使说你到那里去了，那你也住环境也住的还可以，适应的来，可是你听得进去吗？听得懂吗？也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都难的。第十五，正使听说得正解智慧难。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听经文法的困难点。好，我都听国语，我都听有台语，我也听有，但是听不懂他在说啥，对不对？因为我听懂我的内容啊，然后你要真的开启那个智慧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听经的时候得正解啊，正确明白，能够体解，然后智慧开启，不容易。好，第十六，正使得解，能受生经难。纵使我都了解了之后，我要受持经典，我受持经典也不容易啊。同学，有时候我们听经文法是不是片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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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部经受持，好，金刚经受持，无住身心，什么无住？常常有一个不开心就住了，生什么心？生了污秽心。当然你也身心啦，这有住而身心，但是无住生什么心？清净菩提心。所以总成能容易吗？受持这个生经是不是难？那十七，正是受生经得如说修行难。有时候是不是总持嘿受行？好，今晚我无住身心，我不住，我也生了私心，但是今天要去做的时候，我感觉明天再讲。是不是？你真的照这样做修行是难的。有时候修行它会跟你所想的东西会有一个落差，会有一个时差，圆满度不一样。想是想很远的，一个心走到很远的人在后面，提不起劲来，没有办法往前，这是种性问题啊。那你真的要实践，所以解行合一啊，这个就是解行嘛，对不对？第十八，正使能受身经，得如说修行，得正胜果难。你还要真的从有漏的提升到无漏，你才能够开悟呢，得正胜果呢，对不对？是不是十八难？那世间十八难，同学，我们到底自己有几难？胜难胜起，不归屌啊！因为你看哦，执佛是没有，可是我们还要碰到这么简单，可以有听经文法，有这个法身啊、哦。一个经典，而且有大德为我们解释，所以这些没讲啊。但是我相信，只要愿意发愿，以后一定能够在
诸佛的指导之下，那四肢健全吧，六亲完备吧，这个都有吧，有没有财产得财产，你应该来家都是没去做暗时要去值班啦，是不是、哦、所以这个是 OK 得善之事、哦、我们现在都是很容易得到一些视讯啊资料，对不对？然后有没有开发善心，有，还没有具足完整，所以要慢慢补强。能不能布施，在座 我相信都办得到。那得值贤善有人有德的人，那就自己去寻找了，要自己去寻找，自己去靠近，然后能够听闻正法，然后要修行。所以后面的这些都是要自己有那个坚定的意志。如果你有坚定的意志，这十八事、十八件事，我相信能够一一的突破。那现在基础点，我们有一个很具足的东西，是听经闻法，对不对？第十四，正是得宜是得受听说难。我们现在是不是受听说都可以了？接受听啊，拿。甚至于转述能够这些是不是都容易的，从这一点我们慢慢去得正解跟解释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要珍惜呀、啊，真的要珍惜能够听经闻法的日子。我们进入第六大愿，来，同学翻开课本啊、哦，诸根玩具愿啊、哦，第六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其身下列，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喑哑，挛臂背楼，白赖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暇慧，诸根顽具，无诸疾苦。这个是药师如来的第六大愿。这个愿呢，真是慈悲啊。我们这些几个字啊，看下来啊，你干嘛阿伯生啊，你这样就是破病人嘛。啊，若破病人吼，吼，我拢要给伊，就是好一点，好一点，然后帮助他，这是我们发愿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侧面看到别人的愿力，但是药师如来他是成佛，他是所有这些真的去直接真的去做完整嘞，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好，其身下列。其身下列，到底是身体卑劣相还是身份低贱，只有其中的一个就好了。这种病苦的人，我愿意帮助他，然后他听到我的名号之后，就能够端正暇慧，然后诸根顽具就会转变，这没有那么容易呢。我们来先了解这个愿的表面的文字，先消文。他说第六大愿啊，愿我来世不知道多久以后，这是在菩萨因地的时候发的愿，得菩提时，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如果有有情的众生，他呢是下列的身份，或是长得身体长得很卑劣的样子，诸根不具，他的器官有所残缺，就是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六根啊这些不齐全，或四肢不齐全，这个功能不具足啊，丑陋，如果说他是外表丑陋，或是内心丑陋，有的人内心不洁啊，内心有不好的思想，丑陋顽愚，如果是非常的顽固，或是愚痴，无明愚痴嘛啊，目盲，眼睛是看不见的，耳聋，或是喑哑，喑跟哑不大一样，喑是讲话不清楚，然后音浊听不清楚，哑是发不出声音来，所以有这种音跟哑，挛的话是瘸手，这个手啊弯曲或是没有办法产生作用，这叫挛。臂的话是足疾，脚有病，脚有病，那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跟人家一样的运作，所以如果他有手足上面的疾病，或是背楼就是驼背。调孤啦、哦、白赖的话就是麻风病，就是麻风病。癫狂跟狂不大一样，
癫是癫痫，它是一个时间性的，时间性的，好，失去意识。狂的话就狂乱，跟发疯了，就叫狂。所以有白赖癫狂，种种的病苦不在此限哦，还有其他所有的病苦。那这些如果听到我的名字，听到我的名字之后，他们都能够得到端正、严肃，那严肃己心，让自己呢能够自己再庄严起来，然后意志能够修正他自己的一些不良的部分，然后暇慧能够产生智慧出来，基础上是他不做这个错恶的事情、错误的事情，然后开发智慧，所以最后会聪明，诸根完具，最后呢他所有的一切都能补足回来，不再有那样的疾苦。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呢。我们听这表面是不是好像很简单，哎呀后来听到我的名哎，破病都好了，干嘛简单，这么变魔术。其实这里面包括什么，这个药师如来他在因地的时候，他发这个愿，他有真的去做，他有真的去做，真的去做，这些人对他内心的感恩，对他的幸福，对他所有的一切是完整的，完整的纳受，所以结的那个缘很深。所以当他得菩提的时候，只要是这种疾病的人，他都自然会产生一种那种柔软的、相应的那种力量。所以你说为什么药师如来他说这些病人他都愿意帮助，来生来世只要这些人听到他的名号，大家都会端正暇慧，可不可能？因为曾经你真的这么做，曾经真的这么做，就是像说你是照顾病人，你是一个护士，你是一个医生，你曾经这么有爱心，这么的去做，病人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很温柔的，会了解他的痛苦，你会帮助他，你的心是跟他在一起的，他疾病碰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很安心。这样，那这个就是药师如来他在说这个愿的时候，是他累生累劫都圆满之后，然后这些众生，有这种疾病的众生，自然听到他的名号的时候，自然内心会产生很清净，很清净，回光返照，去看到自己有很多的错误。这个时候的诸根顽具，并不是说哦，他本来瘸手的，诶，现在手直了，他脚长出来，不是，而是他身心已经能够健全的去思考他生命利用使用他现有的状况去做最圆满的事情，而不再身心有残缺。有的人是身有残缺心不残嘛，所以这个残缺对他来讲他接受了，他不是真的残缺。那有的人是身体是完备的，可是他的心是残缺的，于是这个人其实也就是病人。有的人四肢好好的，他不工作，所以他就像一个残废的人。有的人残而不废，对不对？那这个大愿啊，它几乎就是一个果报的一条愿，我们一定要慢慢来了解它。我们现在先解释啊，其身下劣这种人啊，为什么我们会下劣？身体会有卑劣相，有的人长得身体非常卑劣，卑劣知道吗？然后安尼看了足无很应该讲獐头鼠目啊，或是身份低劣啊，看起来就是不光明啊，这种是身体卑劣。那有的人是身份低贱。那这个经典里面他有讲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在大品经里面他有讲，人为什么会身体长得很下劣，或者是说他的身份很低劣，是因为这个人过去生过去世毁自三世诸佛一切智，就是他毁谤
会谤这个所有的圣哲，跟诸佛，他们有这样的智慧。起破法业因缘集故，也就是他毁谤破坏这个正法，然后做了很多很多，那因缘集合之后，来生来世他后来的果报就是身体很卑劣或是身份很低贱，这是一个果报篇的。那这个里面呢，大品经里面他就讲，他说哦，这种人哦，因为你破坏正法，那你破坏正法不承认，那不承认你行为一定是会跟他抗拒。其实我们来看啊，人说啊，做好心无好报，什么叫做好心无好报？有的人他是这种所谓的那种断灭的啦，断灭不信因果的，他说好心那我好报，只要对我好就是好，只要我能够得到利益就是利益，我不杀人放火就好了。有的人他是这种因这个概念，所以你对于佛教所说的理论，他会为反对而反对，他会拿负面的很多东西来攻击这个因果论，他以他现世他自己所看的一些片片段段来解释他，所以他会说那我安呢，狼的是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个是合理的。像这种呢，他破这个法也叫人家不要听。如果你说很多，累积很深厚很重，那你的行为甚至于会有一些偏差，会反对而反对，也有一些对立的时候，这种死后会堕大地狱的，真的死后会堕大地狱。那这种人是叫破法人辈，破法人，这一族群就叫破法人。那他们的果报呢，就在地狱里面，从这个地狱到那个地狱，这个地狱到那个地狱，然后一直到破法业的因缘到快尽了的时候，那这个苦受很多很多，然后重罪转薄了之后，如果还有因缘可以得生人生，可以出生当人，得生人生之后他就生盲人家，他出生的时候就生盲，就是出生的时候没有视力，眼睛看不到，或是生在旃陀罗家，也就是那种奴役的家庭，这些都是人家以前怎么干嘛，就是奴啊婢啊那种，所以生在那种家，你出世了你就是要做苦，然后不能读书，然后他的身份呢可能是身除厕淡死人，活着的时候就是洗便所清洁，然后常常要去做一些比较低贱的工作，淡死人这样，就是淡死人去出葬那种种种下贱的行业。那如果他有眼睛的话，有时候是生有眼睛而没有视力，有时候是生一眼，然后一眼因为什么样的事故而瞎了眼睛，这都是过去生过去是谤法，或是他出生的时候无舌无耳无手，没有舌头没有耳朵没有手，有的人出生是没有手的，那有的是没有耳朵，我看到一个男生他是有一边耳朵一边没有，所以他就老嗨嘎啦，然后就等了一个看的，那他都不听佛法，到现在也不听佛法，那是累生累劫，他有那种习气。只要听到佛法，一讲啊，还用骗人的啦，你弄爱哄骗，他就这样讲，就是有那个习气，很奇怪啊，对不对？然后他要经过很多事，都是这样，身份低贱呐，然后人长得也很不光，没有那么光明光鲜这样。出生的地方无佛无法无佛弟子，这种就是种下了破法业，然后积极很厚，那个业积得很重，所以才会感得这样。学佛之后自庄严，听经闻法，对不对？用佛法的内涵来改变自己的身心，最后他能够端正暇悔，是因为佛法的熏修，是因为内涵的改变。